澳大校园拥有60栋建筑物，每栋建筑大楼都有特定的编号，它们由英文字母和数字组成。澳大的每栋建筑物按照东南西北英文字母 ESWN 四个区的方位来命名。北区的建筑分别有聚贤楼、大学会堂、行政楼和体育馆等。N21 至 N26 是科研大楼，东区和西区分别有学院和书院。学院和书院还划分了三个岛，彼此之间以连廊相连。岛一的学院和书院的建筑物编号以一开头，例如 E11W12， 其中第一个数字代表第一个岛，第二个数字就代表建筑物的序号。岛二和岛三都以这种编号方式命名。东区的建筑还包括图书馆、大学展馆、教学楼等，编号由 E1 至 E7。南区分为两组建筑群，主要是研究生宿舍和汇聚餐饮和商业的汇穗坊。另一组建筑 S21 至 S36 是教职员宿舍。当大家在澳大校园行走时，按照东南西北建筑的分布和编号方式，就可以轻松找到澳大每座大楼的位置。